是一人拎一个吗？就随便随便选。我拎一个轻的。哎呦，挑吧，哎呦，你走吧，你们就好好走吧，你们就。哦对哦，我们拎你们不拎是吧？哎，怎么还多一个呀？张伦的。哦对，张伦的，嗨。还有张伦呢？刘哥还美呢，刘哥还以为咱们都等他呢。对，还以为是武汉的。一人骑着凳子走吧。啊、哦，走。哟，这是谁的？你哥没拿吧？谁拿着？你哥没拿，你哥没拿。啊，他没拿哦。师傅，哎，大爷，哎呀，师傅，嘿，了不得了！瞧瞧那小箱子够款式啊，太棒了。对对，你会这个吗？对，您练练就行。这挺要求控制力的啊。咱有这控制力啊，兄弟。哎，我给你们表演一个啊。哎，来，表演一个。嘿，行啊。这控制力，嘿，真好。你别看我看过这个1000多人演这个，就是你这最好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挺好吧？啊，这就是刚瞧的是吗？师傅，师傅没有不尊敬您啊，但是我们要求是这样的。那为什么你一人拿俩呢？俩凳子干嘛？这是大饼呢，这是。饼哥嫌寒碜，自己不拿。对，要脸。那也是冷板凳儿，那也甭管。然后这儿给你来个字幕，冷板凳儿。不，要脸要脸，这是还是把脸挡上那字幕。冷板凳儿就给你贴脸上。然后呢，也得坐那儿。真得坐那儿是吗？那当然了，孩子，身份。好，身份啊、嗯。哥，你坐前边，你算冷板凳头，我算板凳头是吧？欢迎各位吧，啊，欢迎各位从江轮上下来。今天我很开心啊。嗯。要不然不能给你买这么贵的船票让你们去坐船。今天这艘江轮很不一样，这是一艘通往90年前的江轮。哦，哈尔滨是哈尔滨，这是90年前的哈尔滨。你们这是一个可以穿越的江轮。对啊，为什么这么急急可可的把你们叫来，是因为咱们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说一声。哦，师傅，我啊又要拍电影了。了不得了！众所周知啊，中国电影能有今天的成绩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不是经常拍戏。这个就不重要，不重要啊。但是这回要感谢你谦大爷，因为一般的本子给我也不太爱看，这看不上。哎，这回你谦大爷给我介绍了一个好编剧，哎，人家拿了一个作品，我打动了我，确实打动了我，这非常感动，非常好。从头到尾一看，看完之后我没想到，你给讲一讲剧情，我讲不了剧情，因为这个剧本看来看去只有前半拉啊，它没有这个后半拉剧本。后半拉人不是没有，后半拉人有，但是呢，人家说这半套要。给这个非常理解剧本的，哎，把这剧本能够分析得透透的这种人，哎，这个编剧跟我说了，说希望你们呢根据这半套剧本好好的排演一下。对，如果你们能够推出后半场的这个故事来，那么人家就会以很便宜的价格把这个版权卖给我。多便宜呢？他说1块钱。耶，我也没想到，他超出我的想象了啊！咱还得贷款去。那是啊。所以说在这个排演的过程当中，你们注意啊，你们这个角色很重要啊，不管你们的结局如何，方方面面，最后你就记住了，一切都跟你们那个提成卷是有关系的。哦，这还有关联。那当然有关系了。嗯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最后一定就是像冷板凳的这几位。谢谢啊，心态很好。是啊，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。待会儿呢，您各位得跟着我，哎，咱们挑选一下角色。这个岳云鹏，哎，你也要参与啊。好，你要参与啊。另外好像你们人当中没有张鹤伦是吧？嗯，但是你们放心，我们已经给张鹤伦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了，哦，啊，你们踏踏实实的就好。这个人编剧呢还提出来呢，这个为了帮助大家一块儿啊，咱们把这本子推演出来，人给推荐了一个非常棒的演员跟大家一块儿，哦，是吧？咱把这后边推演一下。哦，现在人家那演员已经就位了，所以咱们赶紧分配角色，跟人一块儿去。好，带着大伙儿一块儿弄。这个两个了，跟我进来吧，好吧？哎，咱们慢慢的挑选人。那我们俩人先进去吧，我们队长先进去吧。哎，是不是我们替张哥？哎，你坐好。你们是6个6个的在这儿坐着就好了。有好嘞，来，到屋里来。那个聊几句，我就再发俩人过去。哎，好的。来啊！哎呦呵，师傅，您确定您要拍电影是好事吗？孩子，待着不也得吃饭吗？
你看见没有？我这面前摆着一堆绝密的档案。哦，咱先进来可以挑是吧？对啊，马上要挑选角色，想问一下啊，愿意演好人呢，坏人呢？哟，这我们俩在一块这么说，这不暴露了吗？那没事的，不，我想演好人呢。为什么要反串呢？我演坏人吗？坏人已经有人演了啊。嗯。我是那坏人是吧？我但是演都愿意演好人吧。嗯，可以啊。愿意演主角配角呢？那肯定是都愿意演主角啊。那我愿意演配角。罢了，是不是？还是你都演主角，谁演配角？错不了，错不了。哎，大配啊，小配还不行。是我看着长得都一样。不一样，字儿不一样。哦，你看跑单帮的啊，冰城名角，酒店的狱工、探长、作家。洋行买办啊，这都可以买办，买办，买办，不赔净赚。嘿，这个洋行买办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，我觉得你可以。哟，哎，行，因为会有人把你买走了，办了。哎，别，怎么样，买办行不行？行，选定你来扮演这个角色，好吗？那就用你的本名，孟祥辉吧。好，嗯，冰城名角这肯定不行，不像你啊。当代土豪，土豪我也不老。探长走脑子，作家你也不行。谁？龙门饭店这经理怎么样？经理啊，行，好不好？我来经理。哎，整个酒店归你管。哟，栾博，这名起得好哎。行，那好。哎啊，千万不要让别人看见啊，也别在这儿拆，出去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保证绝对安全的时候啊再打开。那您忙着，祝你们顺利，好吗？好。师傅，师傅，这个。没有人跟着哈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好啊，甩掉。这屋里说的话不要让别人听见啊。哎，嗯，好。愿意演好人呢，愿意演坏人呢？坏人，坏人已经有人演了啊，已经有人演了。对呀，有人演了。嗯，那么您只能演好人，想演好，做一个好人，好吗？行。那个愿演主角还是配角啊？看似配角，其实有很多戏。哦，愿意抢戏那种啊？那不就是主角吗？怎么行？不抢，不搅的呢。这里边有几个？值得你们挑选的啊，比如这有龙门饭店李斌，冰城的名角，跑单帮。师傅，跑单帮是啥意思？跑单帮你都不懂呢？出门做生意啊，一个人跑单帮。你挑哪个？我跑单帮。跑单帮可以啊，那我写上你的名字啊，秦凯旋啊。不是，师傅，行，没事，不重要啊。消闲呢？头一个是什么？头一个这个啊。龙门饭店李斌，我来这个哟。你看上回咱们德云水都，我就李斌，我就干上瘾了。你这是就当保安挺快乐。好啊，张仲元同学，是都是本名，都是本名。那就张仲元吧。对呀，啊，好，师傅，好。严和祥，嗯，你对哪个感兴趣？我听您的，师傅，都行，都行。作家怎么样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阿月，那就按顺序来吧，师傅。别按顺序，这是挑的。这是个探长，探长，探长可以吗？我来探长。哎，你像探长，探长好，是啊，他是非，知道吗？嗯。哎呀，剩下的这都是冷板凳的了。哎呦，我回来马扎儿，来晚了啊！商量商量吧啊！都是角色，愿意演主角啊，还是演配角啊？愿演好人呢、啊，坏人呢、啊，都考虑考虑。哟，师傅，您看我这气质，那就不该从江里上来啊！哟，演一个演水鬼去啊！我想演个好人，想反串了。对，没来过好人哦。你原来是这样的。你呢？我当然是好人、啊。嗯，主角配角呢？我觉得主角也没了，因为咱来晚了。哦，我觉得啊，这名角，周九良可以试一试。好，谢谢师傅。酒店狱工倒还行，啊，常年在酒店包一个套房，一住多少年？这狱工哦，也有钱是吧？有钱。我来这个，又好人还有钱。那么最后一个选的就是张鹤伦，来了，哟，我们还真能进来呀、啊！那是啊，太开心了啊！欢迎六位啊，也能够进来挑选角色。哎呦，别看是板凳啊，当然板凳按说是不应该有角色的，嗯，但是呢，我于心不忍。啊，所以说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参与进来，但是呢，你们六个人只有一个是有名有姓的正经大角色，这个角色非常重要，全靠他带着戏，另有两个龙套碎催，一共三个角色就靠你们抢了。
哦，那个手心手背都是肉，都是我徒弟，我怎么好意思让谁去不让谁去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特意动用了一个全世界最高科技的一个仪器，是啊，抓阄，抓阄，公平。这里边好多字儿啊不一样，但是呢，只有三个字写的是刚，拿到刚的那个就得到这个角色了。依次来吧，好吗？是的，来，狗子先来，伸手。我的几率就大一些了，各位。哟，你自己不能看。哦，呵，哟。